如果我不如我拉兩個，你話俾我聽有咩分別咧？第一個 ，OK， 第二個，但係清楚得，唔好，就算個 trio 都唔係快噶，聽下。唔係音準，如果我不如我拉兩個，你話俾我聽有咩分別咧？第一個 ，OK， 第二個就隻手唔乜嘢，唔穩，唔穩啊？咩叫隻手唔係？隻手好似好快，好似一時咧咁快，好似震一震。係啦，有啲咁嘅情形。主要係點解呢？你二手指嘅感覺，啱啱我二手指係。第一我冇撳到落底啦，第二咧個感覺係好軟啊，比起一手指唔穩陣。